迎来到海上情报站。今天给大家带来 Mr. Two 的技能展示。 Mr. Two 是华丽角色，模仿之果的能力者，拥有脸和身体都能变得和被他触碰过的对象一模一样的能力。 Mr. Two 使用的人妖拳法，招式华丽且威力惊人，在旋转跳跃间可轻松将敌人击溃。那么让我们来看看 Mr. Two 的实战效果到底如何。普攻，普攻共四段。第二技的旋转攻击，如果松开攻击键再次按下，可以连续旋转踢，旋转踢命中敌人也可以回复精力值。被动技能，当 Mr. Two 普攻和技能一结束后，如果不移动摆出华丽的展示姿势，可恢复精力值。技能一，那年夏天的回忆录。 Mr. Two 像芭蕾舞演员一样高速回转攻击，最后踢飞终结，旋转期间可以自由移动。在旋转期间按住技能按钮，可以消耗精力值持续攻击，而且奥义结束技能会得到强化。技能二，忧伤天鹅舞会。 Mr. Two 摆出架势，然后连续向前出拳攻击敌人，在驾驶期间被敌人攻击，会变招为旋转变身，利用变身行为惊吓敌人。连续出拳期间按住技能键，同样可以消耗精力值持续攻击。奥义技，炸弹天鹅阿拉贝斯克舞。 Mr. Two 使用人妖飞跃快速冲向敌人，一记飞踢，接着使用暴击天鹅百裂脚，最后使用炸弹天鹅阿拉贝斯克舞终结。释放奥义后，普通攻击和技能一都会得到强化。终结技，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活在友情与义气中的 Mr. Two 实战效果吧。这一期的海上情报站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